BTS 成员救国近日在访谈中公开睡眠习惯，表示比起睡衣更喜欢穿着舒适的衣服入睡，而且睡前也有吃宵夜的习惯，在一天活动结束后运用睡前时间进行拉伸放松身体，也能帮助睡眠。听着自然的声音，比方海浪声来营造入睡环境，或是看些小说戏剧，逛逛网拍，让自己感到困意。救国也提到小时候睡觉有抱枕头的习惯，虽然现在已经几乎戒掉了，但粉丝觉得抱着枕头打瞌睡的救国非常可爱。而救国表示，比起高枕头更适合睡低枕，冬天必备的入眠好物则是使用电热毯。细节满满的入睡习惯大公开，救国素颜也状态超好的帅气脸孔，让网友们大赞救国连睡前也是美男子啊。